宝宝晚上好。你给我唱，我唱不上去，你唱。直播间所有家人晚上好，这首歌。等一下，重新来，重新来，重新来。就在这里，不要就在这里，放放放。星星一点点，思念到永远。哇，好过瘾啊，老板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唱不了了。赶快，赶快拿纸巾擦一下。你给我拿纸巾来啊！要拿什么牌子的？就心相印啊，心相印的啊，茶语系列。来来来，那个茶语系列拿给我擦擦汗，我受不了了，这个高音是贼唱，我唱不上去了。哎呀，嘉哥你是怎么唱上去的这个高音？来，给嘉哥点点关注来。来榜七的嘉哥 ，Hello Hello， 我来了，大家好，我叫嘉哥，在榜七的位置啊。喜欢嘉哥，给嘉哥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开心，我们来一首《战马》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来，战马。来，感谢家门人气票。来，家人们，咱们一人一张人气票，把我们的助力人数往上顶一顶，好吗？感谢哥哥姐姐们的支持。你唱后面。好。炙热的太阳下，挥汗如雨的脸颊。好热呀。熬过了冬和夏，阳光刺破这云纱，漫漫的长夜啊，多少等待和挣扎。梦中的黑骏马，向千里之外出发。马蹄哒哒哒，河水哗啦啦，一路里生根发芽，梦想开出最美的花。风不停刮，天大雨不停下，阻挡不了我的步伐，要踏遍人生海角天涯。来，家人们，去双击屏幕点点赞，我们赞赞点到亮。哎呀，这边这么多观众啊，真的是，你们真是厉害，对着这边。三二，炙热的太阳下，挥汗如雨的脸颊，
熬过了冬和夏，阳光刺破这云纱，漫漫的长夜有多少等待和挣扎，梦中的黑骏马向前一直外出发，马蹄哒哒哒河水哗啦啦，要努力生根发芽，梦想开出最美的花，当风不停地刮，当雨不停地下，抓到不了我的步伐，踏遍人间海角天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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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踏遍人间海角天涯，来踏遍人间海，这世界无限是否不这边的白马，让世界让我倒在身上的白发，让继续骏马，让长江退下，要看遍这世界的美丽所有繁华，叫天涯，踏遍人间海叫天涯。我的妈呀，好过瘾啊！呀呀呀，好稳呀！ Yeah, yeah, 哎、我在说什么？刚刚我老板上头了，老板，我刚刚有点上头，唱上头了，对，但是好嗨哦，好嗨好嗨！你看人气好稳，都不带掉。对，人气好稳，才十万人，没有没有，不二十万了吗？马上。是的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没事，你眼睛可能没看清楚，没关系啊。来，我们嘉哥在榜几？看一下嘉哥。我的妈呀！来擦汗，擦汗。老板加鸡腿啊！准备好，一起摇太阳。先先摇。你有太阳，你太阳大。小八在榜几？来榜六的小八，点点关注。15,000,000冲冲！哇，太阳好看，太阳好看。他主要太阳大。什么亮啊？什么太阳大？你在说谁小？老大了，在榜几啊？榜六的小八，点点关注来。你的太阳大不大？你看看，我没有。游来游去，游水点点的金光，伸手牵来一片梦的霞光。来榜七的焦哥，点点关注。摇星星，继续。等一下，我跟你们表演一个什么事？不说了。煎太阳。哎，我也摇。有请老板。哇哦！来左上角，一起给老板点点关注。不要了，刚吃了饭，刚刚摇摇出来了，又那饭都摇出来了，摇哈，来，哎呀，胃痛啊，真的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动作不能跳，主要我的幅度太大了，主要是没有太阳，只能靠腰，这靠腰来带。老板，你自信一点，你有，就是不太明显。有。这话唠的，你把话唠死了。下次不带他了。我开玩笑的，我说我自己，我说我自己。我们千万不要给榜七的小八点关注，这嘴这不行，这嘴太毒了。榜七的小八，不给他点关注。没有，老板，我说我自己，我能说你吗？我自己不明显。给大太阳榜八，榜八大太阳。他是大太阳。我是小八，我小星星。来来来，大家好。我是小八，家人们，我来自安徽亳州哈，现在每天呢在户外直播。大家喜欢小八的话，给榜七的小八点点关注。我不光是唱嗨歌跳舞，我还会唱伤感情歌。咱们大家喜欢小八，给榜七的小八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来左上角老板的关注点一点。
们，感谢大家人气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嘉哥啊，在榜八的位置，来自湖北。明天晚上8点在深圳东门户外直播啊，大家能来帮我捧捧场的话，谢谢我们213所有的娘家人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别给我们老板点关注，给我们老板点关注，带你们一起去远方，去中国的各个美丽的地方吃美食，看户外直播，谢谢大家支持，谢谢。看你俩在上面唠，唠的我都插不上嘴了，我真的是，我都唠的我插不上嘴，你俩继续唠吧，你俩来。你俩唠过来，你俩能选到人吗？看看，我跟你说，老板，我刚才我都瞅到了，我也瞅到了，瞅到谁了？瞅到了美女，我瞅到个帅哥。你们这样，一人找一个，你找个美女，你找个帅哥，我找一个帅哥，谢谢谢谢，啊，来谢谢谢谢啊，来接下来你们找到谁了？快点，你们不准要他们，我多找几个，你们不准要他们试唱，看到谁美就找，拉上去，可以介绍一下，来这里。嘉哥找了一个美女，来过来来，这个开始他开播之前呢就盯着我啊，嘉哥我好喜欢你啊，就这个主要是因为是我的粉丝，少来了你是他的粉丝还是我的粉丝？是你的粉丝，拜拜那别上了你别上了，你再说还没说完你的话，老板的粉丝，你的话还没说完，就是你像一个星星一样，就是像个太阳一样让我们仰望他就是不说是你的粉丝，这个情商我真是服了呀！他不就是不说是你的粉丝，你是他粉丝吗？我是你的粉丝，老完了，跟你没关系。别上了，别上了。嘉哥好，我想吹个牛，美女，哪位女完了？你这不给面子。很早就来了，老板。是看他，看我，看你。完了，嘉哥，你现实中比直播间美多了。后面还有，给个机会给后面朋友，好不好？这么多。他在说什么？他在说什么？我说现老板现实中比直播间美多了，而且好白呀。是吗？这个小姐姐能上吗？这样子吧，你愿意跟她做搭档吗？愿意。完了，她勉强愿意，你愿意吗，嘉哥？我就你愿意吗？我可以。给镜头啊！行，没问题，来吧。你俩啊，好不好？好。不知道你会唱不唱歌，不知道你唱歌怎么样，你先上吧，好不好？这样大家不知道你们唱的好不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有惊喜。你能找到帅哥？到了吧，你要找帅哥了。我刚才就看见了，身高1.85米，1.85米啊，这个。我一眼我就瞅到了。哎呀，这帅哥！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喜欢小八吗？他碰到我的手了。啊，等一下，有机会啊。你喜欢小八吗？喜欢小八，喜欢。喜欢小八，喜欢我。都喜欢，都优秀。你看，男人就是渣，男人就是这样子，男人就是这样，真的，他不选择，就不像女人喜欢谁就是谁，男人就是，哎呦，这喜欢，那也喜欢，都喜欢，都要。但他长得帅，渣男不要，他帅，他帅，老板给他个机会。你会唱歌吗？会，就唱两句也可以吧？不唱，唱来，走，直接上。啊，走，你直接，你看你的运气了，你自己的演员了啊。咱俩搭档哦，那演员了啊。来，感谢咱们人气票。我想找一位帅哥，不太好了，我的天哪，他的皮肤怎么能这么好呢？你的皮肤怎么这么好？吃的什么？吃了你直播间的水果。这个情商高，上，跟我唱，走，来吧，宝贝，来吧，宝贝啊，那皮肤，我一个女生的皮肤好，真的是，哎啊。谢谢，你是要上台吗？粉丝啊，你要上台吗？啊，我从安徽开车过来的。嗯，但是我现在一会儿先好不好？我收你的花，我先不收你的花，等一下我收你的花不上，等一下别人说我花那个拿什么不办事。哎呦，买的花从安徽买来，从老家买的，一路开车过来的。那我先收下，谢谢。你也从泉州过来？老板，我特意是从泉州过来的，然后非常感谢您，我是吴老师的助理，就是吴乔。上一次我们在实施那个吴老师，对，是的。然后我特意过来感谢您的，然后就是说因为他今天有演出，所以没办法过来，老师 啊，对。然后这一束送给您，谢谢，感谢唐老师对他的唱歌的认可，然后也感谢唐老师给他带来了流量，谢谢您啊。那您要上台吗？可以啊。啊，这么多女生姐姐啊！我想一下，好，这小姐姐太多了。你会唱闽南歌吗？歌会呀、啊，会一些闽南歌、啊、是吧？对啊。你要上，还有谁要上？哎呀，这么多人呐、啊！
啊，等一下啊，我记住你了啊，好不好？问题这么多，我刚刚选了一位小姐姐呢。我们这样，三个人先玩，来过来，要不然我再选三个，我再选三个啊，我再选三个。啊，你又唱的好了。哦，这边还有，你是唱闽南语吗？对的，对的。唱闽南语，闽南歌是。唱一段好吗？唱两句，预备，不行。这样子前面不唱后面唱，别人就说我那个啥。对对对，我直接上吧，好吧。好，你直接上啊。对，来拿话筒给我。哎，你上吧。哎呦我的妈。粤语会，闽南语也会。哎呦怎么办呢，这么多人呢。怎么没有声音呢啊。要清唱吗？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爱。这个好听吗，家人们？上，我只能再选一位了，我只能再选一位了。来，你来，我来。你唱什么歌？我上了一天了啊，很激动。我唱一首《热情的沙漠》。预备，起。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太阳见了我，也会躲着我。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来吧，来吧，还有机会。来，先选六个，来，三位，前面三位先上场。你们选好歌了没有？来，我要跟你们说，今天上台的人很多，然后我们唱得好的才有第二次的机会，唱的表现发挥没有那么好的，表现的没有那么好的，可能我们就只有一首歌的机会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来第一位。哎，帅哥，来，你是小八，小八哪呀？小八，这是你搭档啊？我是第二个老板，他啊，没没，让他们先上。你来来，你来，来嘉哥，来来。高高，我在，我在榜二，老板，榜二是你啊？来，哎呦，你起来。但相思都写在脸上，沉沉离别背在肩上，泪水流过脸庞，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。来跳舞，带你跳来，扭起来，小姐姐，来这边。我唱前面，我唱前面啊。暖暖的午后，是否你翩翩粉红的衣裳，谁也不走在那扇古老的窗。你露笑脸，他在岸上守护一旁的时光，为何没能做你盼望的亲娘。淡淡相都写在脸上，沉沉离别背在肩上，泪水流过脸庞，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。看那青山荡漾着水上，看那晚霞吻着夕阳，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，今夜你在何方。转回头映着你的笑脸，心事全都被你发现，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。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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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现在是他的粉丝了，唱得好好，唱得好好。你看现在是你的粉丝了。来来，高高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啊？在榜几啊？好好，在榜二，在榜二，榜二的高高啊，他身材真的很好，他真的是气质也很好啊，是有点点紧张是不是？以前唱歌吗？
也唱，唱的少。唱的少？对。啊，你不唱歌的？哎呀妈呀，原来他不是唱歌的。我选错人了，整上来了。他们在说我选错人了。OK OK， 来榜，哎，高高呢？怎么不见了？一定干到十五万。什么小八也是实力派？你在说你？小八就是实力派。他说小八也是跟他一样实力派。嘉哥也是实力派。没有，小八也是实力派。老板手下无弱兵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们俩看看，你们俩看看啊！你俩的嘴巴碰到一起，我的天哪啊！不是、啊、碰到一起，我在说什么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我的妈呀！来，咱仨来一首歌，你们就说啥歌？带个老花去，不是，不是，是这个屏不清楚哈、啊，跟眼睛没有问题，这个屏确实看不清啊。我到八十岁了，我能唱跳的不容易了，不要在我要求那么高，来唱首啥歌？我们能冲到十五万，家人们。小猫摇太阳，我觉得老板好像除了摇太阳好像没有啥了。摇，你会摇吗？你就告诉我。我都行。你会摇？我行。我们仨摇太阳摇到十五万人。我们三个 PK， 我们仨 PK 来。我是谁摇得好？我是一号选手。我是二号选手。这是三号选手。好。头啊，他们说让我们唱诺言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们仨唱诺言吗？可以试一下，可以试一下。先唱诺言，唱不上就再摇太阳。你们告诉我是摇太阳还是诺言的？告诉我。音乐，摇太阳还是诺言？摇太阳还是诺言？不唱呼花使者，不唱。点点再来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们看屁股了。诺言比较多，老板，要不咱先唱诺言？可以，诺言啊，诺言吧。来，咱仨唱诺言，准备好、啊、DJ 版本，这个很高、哦，我跟你说。啊，你现在终于问我了，我发现。非常高、哦、我今天唱歌你都不问我啥调的，我不问你直接唱，对你有自信。他刚刚来、啊、我看到杀猪了，我看杀猪的声音出来的，我跟你说那个音我唱不出来，你真的很厉害，你能喊上去。来，准备好，诺言送给大家，你俩
我们做到了，来，哎呀，嘉哥这个汗呐、啊，我的天哪，都往外喷洒，不准停，我摇太阳，摇太阳，擦擦擦汗，快点，哎、我的妈呀，来擦汗，加鸡腿，老板加鸡腿啊，准备好，一起摇太阳，你先摇，你有太阳，你太阳大，小八在房间，好，一首我要找到你送给大家，直接会给妈看，他得摇着头看一下，我有点费脖子。若是爱上你，别问什么原因。你俩对视啊！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。哎呀，害羞了。没脑子。你对视，只能对视，不对视不跟你俩唱。看着我，你看着我。啊，不要眨眼啊！来，感谢加盟人气票，我们继续冲一冲。有点费颈椎。有些人爱的忘了心，调不对，结果落得一败涂地。哎，重来重来，你真的是你咋伴奏啊？你这是呢？要不像陈雅生的，陈雅生的，陈雅生的，你唱、啊、可以，我什么都行。陈雅生老师的，来 DJ 版来，你现在行了吧？于小宝，可以，于小宝可以，没问题。我要找到你，准备好，三二一，你看着我。哎，对了。就这个调，就这个调。你别往后退呀、啊，你往前站。他老往后退了吗？他不爱你，小八。他不爱你，你没得选择了，只能选择我，知道吗？好，找到你啊。有些人爱到忘了心，结果落得一败涂地。他那不是看看你。有些人永远在憧憬，却只差一步距离。问世间什么最美丽，爱情绝对是个奇迹。我明白会有一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。哦，我要找到你，喊出你的名字，打开幸福的盒子。若是爱上你，别问什么原因，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。哦，我要找到你，喊出你的名字，打开幸福的盒子。让我找到你，就从那一刻起，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。小芳，你是来干嘛？你说我要找到你，别说话，看着我，别说话。你是个摆设人的小芳啊！哎，这个镜头，这个角度好看，来继续。有些人爱到忘了心，结果落得一败涂地。歌词唱错了。我明白会有一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。哦，我要找到你，喊出你的名字，找到幸福的盒子。若我爱上你，别问什么原因，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。哦，我要找到你，喊出你的名字，打开幸福的盒子。让我找到你，就从那一刻起，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。我要找到你，喊出你的名字，打开幸福的盒子。让我找到你，就从那一刻起，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。哦，我要找到你，喊出你的名字，打开幸福的盒子。让我找到你，就从那一刻起，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。哦，我要找到你，喊出你的名字。好了，停，宝贝儿，别唱了，我跟你走。走吧，回家。人家不要你，人家不看不上你。好的，感谢感谢感谢。他一看他对你的眼神，你没有爱。他对我一点都没有爱意。你看你这没爱，他是看着你是这种啊，好吧，他要逼着我看着他。哦，对对对，就这样的老板。我看着你唱的、哎。我要找到你，喊出你的名字。哎，啊，是吧？小八一句没唱。来，再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来。我叫于小宝，我在榜五，大家家人们，大家觉得主播唱的还行的家人们可以
给我点个关注，请你唱嘛，就像我一样来今天再来回歌世界第一等啊，带给大家，给他个机会，家人们来一首我们这边的闽南歌曲啊，一首世界第一等啊，欢迎杨洋姐。来唱一下，来了，世界第一等。前奏比较长，来人气票，众人数在一起走一走。来，家人们，您的关注了。人生的风景，亲像大海的风云。有时明，有时贫，亲爱朋友，你着小心。人生的环境，七车马的出头天，满云天，满幽灵，命顺命败，如是一生。他准吗？他准吗？一杯酒，两甲银，三不五时嘛来走阵，老戏讲无感情。我是世界第一点，咬字会差一点点。的缘分是注定，好汉破腹来扎根，不惊风，不惊雨，有情有义的好兄弟。来个炸嗓子的，你唱第二个。短短嘛会光阴，一途就叹少年时，求名利无聊事。千金难买好人生，家人们好不好听？真的不错，来掌声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什么名字？后面的朋友，对，我叫何小超。你俩 PK。人生的风景，亲像大海的风云，有时明，有时贫，亲爱朋友，你着小心。来。人生的环境，一只马的出头天，无怨天，无忧人，命顺命歹，拢是一生。一杯酒，两角银，三不五时嘛来招弟。来，掌声！我们所有厦门的朋友来，掌声来点，欢迎我们唐老板以及我们唐老板的团队。一杯酒，两角银，三不五时嘛来斗阵。若袂讲我感情，我是世界第一等。是缘分，是注定，好汉破腹来杀天。不惊风，不惊雨，有情有义的好兄弟。两角银，三不五时嘛来斗阵。老戏讲我感情，我是世界第一等，是缘分，是注定，苦寒破腹来擦肩，不惊风，不惊雨，有情有义的好兄弟。OK， 来，这位你好，你是哪里人？我是漳州人，然后在泉州，然后这段时间他也是漳州人，这段时间我是莆田的，他是莆田的，莆田和漳州离得远吗？他是我是闽南，对，唐老板那个明天就要去广东是吧？不去啊？哦，对，因为我们闽南有三座城市，第一座是泉州，这里是厦门，漳州三座城市叫闽南。不是，那你就不是闽。